南太平洋海岸有一种鱼，它们虽然是鱼类，但也可以在滩涂上生活，自由自在。每当心动时，它灰褐色的身体就会变成浪漫的粉色，甚至还会翩翩起舞。它在鱼类中是最特别的，同它相似，不给自己设限，活得独一无二就是我。放开心，相信爱，怦然再心动。星期六晚10点，见证熟龄女人的真爱之旅。